Hello， 各位模型大人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特人最喜欢模型的阿燕。我们今天在实况中拍这个钢弹 RX782， 也就是初钢，而且是这个 Origin 版的。那这个是钢弹的 Origin 版的一个 HG， 算是新版本啦，新版本的 HG。那可能也是因为它有钢弹40周年的加持，才特别出了这一盒。也就是说，钢弹40周年，钢普拉40周年，出了一堆的初钢。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盒，可能算第二波还第三波到货了，超久的，我现在才拿到，所以我们就开盒来看一下咯。江江，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多色成型的 A part， OK， 多色成型 A part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想这零件应该是都是全新规的吧，全新开模。之前有出过 NG 版的 Origin 初钢，我们都叫它 GTO 初钢，就是鬼冢英吉的那个啦。嘟嘟老师理我一下，你还开箱，我干嘛理你？还是要理一下啊！我们的影片大家都想要看嘟嘟老师，好不好？至少想要听到嘟嘟老师的声音。是吗？可以可以，拜托拜托救一下阿燕的频道。你要怎么样？嗯。嘟嘟老师觉得这个 Origin 的初钢如何？我还没看过，它应该不错吧？你还没看过吗？那我等一下就把它交到你的手上，如何？哦，这样我下个礼拜就有别的东西可以实况。那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实况？我没有东西了吗？你这实况主轴不就是瞎忙吗？我实况主轴也不只是瞎忙啊。是啊，你实况的时候先把你的这个你的进度赶一下啦。我的进度赶一下，跟我不一样啊！我是实况的时候尽量做点别的事，你实况中尽量赶一下进度，好吧？实况中赶一下进度哦，我需要赶进度吗？你不需要吗？相当的需要。让我数一下，你有什么？你有这个西亚框卡，西亚框卡，飞翼，飞翼，吉姆。啊，可是这是一年份的制作啊。不是啊，你至少飞翼赶快伸出来给我吧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一下立刻处理，我错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盒我们还是把它的说明书给看完，好不好？这个是 Origin 的和会的那张图，很棒。然后我的心，我的心现在被我的那个未解的 case 所占据，不知道怎么介绍了。哦，然后这一支特别，它可以组成 Origin 漫画里面出现的前期型跟中期型都可以重现出来。哦，好像不错哦。然后它的这个细节的不同，可以看这张图就都看得出来了，有哪些不同？就是胸甲这边的这个盖板不同，还有这个像。这个到底是探照灯还是炮啊？应该是炮吧，火神炮。还有肩膀的这个设置也不同，然后手腕旁边的这个像是一个，这好像是光剑还是什么的东西，也不一样。来，再来就看一下这个说明书的其他部分。基本上，我觉得简单完成应该就超棒。哎，我是很喜欢简单完成啊，但是我今年的这个十支挑战可能不能简单完成。会被大家唾弃是吧？一定要豪华的完成。好啦，总之我们这个就是三分钟快速开箱的概念，已经没有悬念了。这一支我其实很想要把它好好做一做啦，还是嘟嘟老师，你把它煮一煮，然后我把它做一做这样。竟然被拒绝了，嘟嘟老师。偶尔你也做点什么帮忙一下阿燕嘛，对不对？我仔细想想，这也算是人民的法锤。这是最后射击，那不是人民的法锤，那叫最后射击，好不好？没有拍到手指头，感觉就像是举锤啊。没有举右手就是什么法锤的，不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这个开箱就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阿燕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按个分享，我们就下回见。